是来自台湾的张轩瑞，我非常高兴可以拿到 WLRC 的六到八次组冠军。首先，我要谢谢评审对我的肯定，老师对我的指导，还有家人对我的支持和朋友对我的鼓励。然后这一场比赛带给我非常丰富的经验，像是提升我诠释的能力，还有说故事的能力，天发创意。然后呢，我希望我可以在城市方面更加的进步，实现我的梦想。谢谢大家。